Hello， 大家好啊！怪猎曙光的 demo 现在已经开放试玩了，各位都尝试了没有呢？这次呢，和之前崛起的 demo 一样，为我们提供了不同难度的任务。不过这次呢，没有了任务次数的限制，而且前面几档难度的任务设置了很多次的猫射机会啊，各位可以毫无压力的进行试玩了。作为大剑和双刀的玩家，这次我也是分别用这两种武器尝试了一下他们新增的技能。尤其双刀这个螺旋斩，想必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，我自己也是尝试了一下。想必呢，各位已经从之前的视频内容中看出了我对这个技能的理解了。哎，没错，那就是跨栏，跨栏，疯狂的跨栏。当然呢，在我尝试一段时间以后，还是摸清楚了一些门道。总而言之，这个技能还算是不错的，尤其是针对一些大体型、肉质比较好的怪物，伤害呢，从目前看来也还算是比较可观。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就是怎么命中了，毕竟你老跨栏的话，那肯定受不了。经过测试呢，螺旋斩的这个飞入方向应该是跟着我们猎人的视角高度来的，所以在释放的时候，我们有意识的压低一些视角，在飞出去的时候呢，就会更加贴地，这样的话命中率呢也就会更高一点。习惯之后，无论是我们日常狩猎或者是联机的时候，使用螺旋斩作为长驻技能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尤其是联机的时候拿这个技能来划水，其实还是挺爽的。不过这个联机的稳定性目前看来还是有一定问题啊，而且容易一直进不去房间。这个问题对于怪物猎人这种共斗游戏来说呢，其实还挺致命的。所以说呢，一款好的加速器还是必不可少的。当然呢，对于我们这些老猎人们来，不过螺旋斩的问题还是有的。首先还是跨栏，尤其是在面对一些体型较小或者说比较扁的这种怪物的时候，比如说这次试玩中的电龙，在它倒地的时候，无论我怎么压视角，还是疯狂跨栏。所以说呢，像这种怪物倒地的时候，就不要用螺旋斩来进行输出了。那么接下来引出的就是快速切换的这个设置问题。其实对于我们双刀侠来说，其他几个技能其实也不是非常需要替换，毕竟已经是性能最佳的选择了。主要是螺旋斩这边，个人推荐可以设置和铁虫斩丝进行替换，尤其是在针对小体型的怪物的时候，两个技能可以灵活地进行切换应用。比如说用铁虫斩丝来打起手或倒地，用螺旋斩搭配空舞来进行常态化输出，这种搭配在我个人使用之后呢，感觉还是比较舒服的，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双刀的狩猎体验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分享内容了，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，留下关注三连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